我是徐艺。提到 Lady Gaga，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如雷贯耳的名字，而她的歌曲 Poker Face 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的。今天我就把这首歌曲的一小片段交给大家。看到钢琴上有个小标志，这个是中央 C 的位置。好，旋律是。因为这个旋律大家应该都会唱，然后把这个位置还有这个谱子唱会了就好了。看一下，找到我们这个低音的，这个是一个拉，因为这个两个黑键下面的是哆哆西里拉拉拉巴哆拉拉拉，是低读音，记住是拉拉拉完了发，往下是哆，然后再往下一个西，然后把它分解出来，一个弹四遍拉。是这样的节奏，所以我们前面这空半拍呢，就左手来这个拉开始来弹，就是拉哆，是这样的。哆西嗦，哆西嗦，这个哆和这个第二个拉一块弹。哆西嗦一个对一个，哆西嗦变成发了。嗦嗦咪发咪咪，好，再来一遍拉。高潮的部分了，就是好了，朋友们可以跟着这个视频慢慢的去弹，慢慢的去学。好了，希望能给你们带来快乐，请锁定我们的必须视频。Thank you.